在这么多人里面，他多给你别人，啊，那个人就分裂了。啊，当然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你们现在在经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，你们是明明是被人家怎么讲，去欺骗哦，骗，被人家加起来的哦。那他分你一点点好处，每个人就反而倒过来替占领你，欺骗你的人，被人家骗你的人讲好话。就好像那个哥哥一样嘛，你明明是你妈妈被人家强暴嘛，你 被人家抢过来，你的王国被这样抢到这边来，你现在看认同你偷一个老爷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搞清楚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哦，有人讲说爱是一切，我跟爱没有真理做基础，你这爱是有问题的。你要走多远？你的爱要走多远？当你发现这个是强暴者的结果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这个？很复杂哦，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深思哦。台湾人现在在走这个哦，你知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医疗方法是什么？医治方法。第一步，首先告诉他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那个很难让那些人真的醒过来，但是就医疗观点，你还是要想办法弄清楚，因为他不愿意去指控那个施暴者。为什么？一定发生什么心理上的变化。我们要帮他走出这个阴霾，走出这个阴霾需要一个东西，让他恢复理智嘛。恢复理智第一步是告诉他事实的真相什么。台湾的金马国土也可以告诉事实真相什么。我们就是马关条约，我们被割让，割让给日本。日本天皇在1945年4月1号宣布，这边是日本的黄土，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。我们上面是有天皇的。马关条约，我们日本又大日本帝国输给美国，所以现在被他军事占领。军事占领，他叫别人来代替，叫中华民国的流亡政权在台湾代替。他明明是流亡的啊，可是他讲就地合法。就地合法就是，一明明是死掉了嘛，什么叫流亡？就是他的真正的名分是死掉。1949年，中国那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华民国是死的嘛，美国也不承认你是这个国家嘛，你是个流亡政府。他表示他是孤魂野鬼，孤魂野鬼没有居无定所，到处流亡、流窜。他这个地方怎么都变成归亚雄来的？附在人身上，他才享受。但是你如果说 no 的时候，他也不能待下来。但是问题是，台湾人愿意哦。你知道鬼附身的时候有一个大前提哦，那个人说不要的时候，鬼是附不了人身的。除非说破哇你可以附身，他才可以附得了。你要熟的，你要答应他哦。鬼是没办法主动来附在人身上的，他没有这个，他是归亚。你自己自甘乐意的，我光光丢过了，让你附身，就这样子耶。台湾人是这样利用，冲给他整你耶。他是死掉的，他什么死？他马老者被灭掉了，他是流亡政府啊，他真正的土地进了马祖啊，应该在地下两个牌位上。这个不是他的土地，永远也不会是他的土地，他怎么叫都不是他的。台湾这个土地是有主人的。你去带那个爷呢？先搞清楚整个论述，你在怎样一边走。斯德哥尔摩症帮你走出来的第一步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理。真理可以让你得到自由。什么样的真理？我们历史上的真理告诉你，带完上去修一下，才可以让你脱离谁的掌控？什么鬼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个鬼，他编了一套谎言。鬼是怎么骗人的？就是用谎言嘛，给你编故事嘛，告诉你啊，你其实是都不然的。啊，你是你客人，你是福，对福建人，金奈公这的，啊，你们祖宗是谁？都不是啊，我们 DNA 就不是啊。那部落党人是什么？是平埔族、高沙族这两组人。高沙族等抓公婆、等抓妈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只有男来，男生来了，啊，去掉三分之二在海上，剩下三分之一这边娶了这边北埔作为杂货。啊，第一代的话生下小孩是一半一半，没有错。第二代以后呢，四分之一。再来呢，再娶一个平埔族，桥会上来医疗都过了，你不能再讲你是汉人。可是他们是强势文化，他用姓氏灌在你身上。平埔族没有姓氏的，没有在身上。那你说啊，那我姓什么？哦，我姓徐。那姓氏被附加，纵使你的血身上流的血不是的时候，你是跟着姓，他改变你的语言啊，他让你讲福建话、讲客家话、讲这种不同话，说这些你也做谁？哎，你就派一个男生就来播种之后，我们就变成你的人，靠压后康。
哎，这个还是来播种而已啊，啊，这块土地就是因为你都变成我的人，所以这块土地是我的。不是啊，你来电脑会变国父，要不然去验嘛。我们现在是讲科学时代，讲求科学证据。你去看德州大学跟国家地理杂志做的研究，他们是根据人的 DNA 找出人类的迁移史 migration map， 上网查就有了。我们是 M170这个姿态，我们是从非洲这样下来到印尼，然后到台湾、日本、韩国，再进到中原地区哦。我们才是他的祖先呢、啊，不要弄错了。因为两起对待下来，一部分我们又讲全部，另外一部分从蒙古那边下来，另外一部分从印度那边过去，它其实是一个大杂烩，很多的人到那边聚在一起。可是因为人多，最后形成一个文化。变成文化上的强势，反过来要欺负他的祖先，我们是他祖先，血统上我们是他祖先。你跟我数典忘祖，你们才数典忘祖，我们才是祖先，不要弄错了。所以不要弄，我们当我们有这个事实，当我们的背景，我们我刚才讲四个字，我们就出来，首先要真理，真理让你得自由，真理帮助你拒绝魔鬼的诱惑，魔鬼又怎么被你换？欺骗嘛。我用后康嘛，魔鬼一定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没有东西嘛，他一定用东西、金钱跟你交易，权力跟你交易，你认我，我就给你这个好处，他就用这个嘛，要不然就是用恐吓。你现在回想过去国民党治理方式，都是用金钱方式，都是恐吓的，有在贵党，我在台啊，他这样才能建构他的政权，他的政权不是建构在法理的基础上面，不是法理，他当然不要讲法理。我来说你哪能够你哪能够问到你哪能够共刚想问我，他就不希望你听得懂，他希望台湾人的逻辑不清楚。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，台湾人的逻辑是很清楚，因为天生就有判断是非的。我们来到这边都是啊，我跟你讲，说的难听一点，只要一千个人台湾不都来贴出来说我是日本天皇的神明的时候，这个肯定就是日本天皇回复到他的状态。只要有人站出来，这里面不是没有的日本天皇的，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地位。就好像你要回到原来的王国，你才有这个 entitlement， 你才有这个行婚啊，你这个身份要抓住啊，不要放弃。为了几碗汤，以前不是有谁啊，姨嫂跟雅各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他自己当长子的名分，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因为他前里面打猎很辛苦，哇，就这一单，然后等等多一辆弟弟被他骗，要骗他的，他说我可以让你喝红碗红豆汤，但是你哥哥跟弟弟为什么跟我对调？阿哥差差一样，好啦，好啊，你呢？你别做哥哥，你做哥哥了。哎，当哥哥不是这么简单嘞，哥哥代表他继承父亲有双份的财产，你就为了一碗红豆汤把双份的财产卖掉，你蛮狗干。给台湾人请假过，你后面有多少财产？他拿那几百块、几千块就可以叫你去投票，就你就卖掉你自己。你台湾人想上国开几万顶多了，拜托以后，法理已经讲出来，你还在犹豫呀、啊，还在跑来跑去啊？讲得这么清楚还不行吗？斯德哥尔摩症第一步给真理，告诉你真是历史上的事实是什么？条跟台湾有相关的只有两个条。马关条约、旧金山合约，其他没有。宣言没够，宣言、休息两宣言。我宣言说一零一大楼是我的，够好。说、啊、我讲一千次也没有用，叫宣言。什么时候变你的？我给了钱，我跟一零一大楼的 owner 买下来，那个产权上面盖上写上我名字，这一零一才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吧？台湾会因为你叫就变你吗？不会啊。什么样的能够割让土地的时候跟条约有关呢？什么条约里面把台湾割给谁？在什么样法理底下台湾就人他的？那现在那个主权用的跟 entitlement 名分是谁的、啊？那、啊、就这样子啊。他什么时候卖掉？没有卖掉过、啊。他有没有放弃？没有放弃啊。是日本国放弃的他的管理权，主权还是拥有在日本。我们只是要回到正常的法理。什么叫台湾地位？正常化就是回到我们正常该有的地位，我们不要改搞，希望自己很聪明，想说我台湾建立改变国家哦，加变哎，待会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。刚才讲的是这个嘛，这第二个方法是什么？
除了让你知道事实之后，我还让你过正常的生活，啊，让你回到正常世界去过正常的生活。但台湾人要回到正常的生活，美国你要帮助我们，贵体地球办告的，把人冲到地下里哦，冲到那人好几代不杀杀。我们搞不清楚，刚刚有一个高超主任跟我讲，我还跟他讲说，你知道你人口不能加800呢，现在存完的才几万呢，几十万呢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看不出来人家是慢慢把你去掉吗？他派了很多中国人在跟拦呢，拦个你拦，这人众人不见了，你再拦下去看看，你不要有太幻想式的想法哦。这个世界上真的，我这就是我带着接下去讲存在感，什么叫存在感？小孩子知道出生，他怎么知道他是个人？他怎么知道我是谁？一个认知，认知他自己是一个过程。所以 baby 出来的时候看到什么？妈妈的奶吃到，他有一个互动，有温度。妈妈你帮爸爸摇一下，妈妈搞笑，他跟我亲身的唱歌给我听。我很感到我的存在，我很重要，而且我一哭就被喂饱，我的存在感就得到满足，我就慢慢建构。他今天去爸爸也来逗我。我就更嘿，有一个家庭的成员，接下去弟弟妹妹也来，所以我的存在感越来越强。哦，原来我是这个家里这个定位我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哈、哦，有一个悲惨的事情发生，我爸都要一种，我妈妈把点捶背，怎么办？啊，我肚子打下来，你会错置你的认知哦。哎，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状况？再哭一次，再打一次，所以受虐孩子就是这个问题。他在建构他自己的自尊心，他的存在感，说你虐待他，他没办法建构他自己，所以他没有存在感。你们看受虐了，我也去帮助那些小孩，真的就是你不要把他当作我的存在就好，我要躲在角落。我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去那个幼儿园，哎，找不到人，上面压他，上面都有，他害怕，他没有存在感，很可怜。我跟你讲，台湾人真的没有存在感。你是谁？你是中国人，你是台湾人，你被否定你的存在感，就给我们两岁被打掉。我明明是台湾人呢、啊，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？你有中华民国护照，你拿着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你的真正的身份，你的存在感被否定了。好，我继续讲一句，存在感是什么？好了，我弱好不好？但是我就是靠家里来保护我，所以家里面有些是强的存在感，它会保护弱的。所以形成家庭，我家不是每个都很强啊，那我怎么保护弱的？所以就形成群体的存在感。所以有些家庭很强，我保护里面弱者，让他继续在生嘛。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很弱，那我就保护，这是这些群体的存在感。群体跟群体又结起来，变成一个部落的存在感。以前台湾人大部分是部落的形式，部落，啊、部落跟其他部落在打仗，因为争夺什么资源。我要国家需要路，要楼啊，要地，让刷地，让排。我要饭可以吃嘛？为什么我要跟那一家的那一组的人啊？打赢了这些都是我。哦，就对抗的方式哦。他突然有一个比较强，就再把一堆部落又抓起来，越来越大，他就越来越强。到最后形成国家，小国大国，就这样出来。就这世界上有小国大国，基本上它的结构都一样，就是不同的存在感。哎、欸，国家很多种，有些是什么？存在感很强，可是实力很弱；有些是实力很强，存在感很弱；可是实力强，存在感很强，是什么？我举个例子，美国就是两个强，哎、欸，他走到哪里，我美国人挥手把一帕输赢，美国最强。那什么是实力很强，存在感很弱？又怕白啊！他以前大帝国的时候很强，两个都强，可是败了之后就变成存在感强。但他实力还是很强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是实力很弱、存在感很强的？中国、啊，实力不强啊！你们是媒体看出来的强啊！他实力不强，他实力强的话，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的、啊。可是他存在感强啊！我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他叫你当他的中国人，对不对？那我在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我就是要台湾人认清楚，你自己的地位其实很小。在所有的人的竞争里面，
OK， 所以你要自知之明，自知之明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挖大饼，所以台湾人喜欢挖大饼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小少的嘛，弱的，那怎么样？这么好的环境你不要，日本天皇底下你的臣民为什么不当呢？你为什么要免疫不留改变一点？你变成一个小小部落，英文字叫花那种，就是花那种中文花那种无助的弱势。你相对弱势，你别讲继续叫我胜了，你当然是波大饼的嘛。啊，现在美国军事占领不够大吗？日本的话是我们老北不够大吗？你为什么会回到这个位置上去啊？你怎么选错边去站？我现在讲现实面，我们刚才讲的是法理面，你已经是这样的地位哦，你居然狗刚刚被你心酸你嘛，前面这个，自己找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讲理性，也讲感性，不，感性还没讲，还要讲实际。很多人讲我做的很实际，但是你的实际最好我们的设定 ，OK。很多人讲啊，你这是理想主义，什么是现实主义？我跟你讲，理想跟现实是差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回收的时间，告诉你啊，以前我爸妈妈讲啊，你去学艺术干什么？太理想化了。我说错了，我的回收时间跟艺术不一样。你又回收说我一毕业就要赚到钱，我说错了。后来过了十几年以后，我成为一个稍微有自己的艺术家。可是你没有忍耐那段时间，你不会到今天的位置。你就在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。我公公那年保佑，就是普通的，就上半年薪水的。我不会当一个艺术家，我坚持那段时间，所以你要看你回收嘛，跟股票一样嘛。有的人短线，我一天之内我就要做交易，我钱就要进账，没有进账我就套死了。那有人说我放长线啊，我这个我看这一家公司以后就是多少，就放到十年以后。所以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就端看你够不够现实。你现实要把时间拉长的时候，很多事情是不同的操作方式，不要短线。台湾人是被短视经营，惯性趁啊，惯性趁一转到又加入了，放长线的人一定吃力，所以你那散户股民啪就被吃掉了。哦，现在赚到好高兴，以后叫你吐回来更多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时候怎么样？因为有一个叫做主要的掌控者，我还有多少分钟 ？OK， 好，我现在是不是讲很多？论述大家都跟不同的 OK， 下一场 OK， 我讲到帝国，这是什么？在罗马那边有个方的一个锥体，一个水池，这水池上面有四个雕像，面对四个方向，哪四个方向？有些方向是代表恒河的河神，有代表尼罗河的河神，有的代表是东方的什么河神，欧洲的河神，都被罗马帝国抓来他们的市中心。表示什么？我是帝国，我是帝国才可以把各个河神都抓来我这边嘛。在他那个时代里面，河神很重要，河是一个国家的命脉，是一个文化的命脉。换你河神底下来，你不要去想，我是统治者嘛，有够霸气嘛，这叫帝国。罗马帝国做过的事情，他需要跟你讲不用，他用雕塑告诉你他在做什么事情，够霸吧？好，下一张，这是什么？后来法国很强哎，法国巴黎铁塔看过啊、哦？几根脚？四根脚。学谁？学刚才那个？还有什么不一样？四根脚叫四个地级，一般要做八根脚，做六根脚，做三根脚，不知道做四根脚。而且哦，他宣告一个新的帝国时代，什么帝国？啊，工艺是一个。它代表的是三度空间的帝国，你过去只是占领地而已啊，就是以谁的领土大当做帝国，哦哦哦，以前横跨欧亚非三洲，没有啦，天空是我的，从那时候就开始飞转飞来飞去，天空也是一个掌控权，你虽然有土地我在上面找，一样是找什么？他宣告另外一个帝国，就三度空间帝国是，下一张。哦，又一个帝国出来，三度空间算什么？我到外太空去了啦。60年以后，美国这个帝国出来，
谁在跟他抢？当然苏联跟他抢，所以苏联也发射了，有发射太空船。1960几年的时候，他就以他为先。大家后面其他想要效仿做帝国，都要 copy 他做这种事情。所以那些稍微有实力的发射火箭，想登陆月球，就这样做美国的月球。美国现在不光是月球啊，那火星哎、欸，而且不用人哎、欸，这叫叫帝国。你说差不多吗？这叫帝国，宰制世界的资源，决定游戏规则。下一张，这是以前1890年美中纽约，来过10年以后下一张，过几十年，1907年的美国纽约，1907年，清朝纽约市长这个高楼大厦一直盖，难怪那栋房子，人家已经多少年前了，1907，100年前的美国纽约。100多年前，难怪要统治世界，怎么会不用？他的帝国的气势已经出来了，也要垮了。什么叫帝国？先让你们认识什么叫帝国。我们在日本帝国底下，曾经打过到美国跟德国，跟他掐旅行，跟他挑战，然后被打败，对吧？下一张 ，OK， 再下一张。以前的画是长这样的。写实大家都看得懂，对不对？白龙挂红嘛，有些人从十字架上被摘下来，那不是耶稣了，这里面有。好，下一张，以前是写实嘛。好，我刚才讲耶稣钉很久，有一个叫做多疑的多嘛，刀钉汤姆斯。耶稣后来复活之后，向门徒显现40天。那他出来出现的时候，门徒说：“那你是人还是鬼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人啊。”我不理解比较安全，他就吃了雨滴，吃了饼，也喝了酒。门徒还是有人不相信，别说我你来摸摸看我的钉痕的时候，他摸摸看我的肉像，那时候也看到人家戳我什么地方，看见没有？那这个真的很夸张，他真的下去还哦还会黑，这个艺术家叫卡罗拉杰，他是比较夸张型的艺术家画的画，再去挖人家伤口，但他就是讲一个生命故事，你如果知道复活这件事情。确认他人，确认他人，我这很重要，跟证人，所以在讲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好，但是这些图像有一个，你会发现这些照片都很像，照片对不对？你像看现在的相机，咔嚓，对吧？像你手上，定住不动，咔嚓，对不对？可是艺术家画这幅画多久？要一个月，我画过不止一个月，要韦德要多久？好几年不用了，可能一两年要跑不掉。可是画这个一两年的时候，你的灯光都没有换，人也没有变老。那个模特都在讲什么？很奇怪哦。所以以前的画像什么？像相片，对不对？那个 moment 的当下时间固定 freeze， 知道吗？下一张。我们哈、台湾人欣赏艺术的画这个。不知道印象还你在这里还看得到，还看得懂这是什么？就稻子割下以后，那是要把做的东西都可以做杯子的。下一张，这个就看不懂哎。台湾人后来一到这个时代就看不懂。这是1907年毕加索创作这样的画出来，毕加索就画这种画出来。1901年，清朝的时候就画这种画，那你看不懂啊？为什么看不懂？毕加索说他的画是在纸烧的，是塞上烧的。这是毕加索的画。毕加索，陶德是可是上一世纪，台湾人对艺术的欣赏能力，这个看不懂，表示你还停留在100多年前，还在具象时代。这个都出现，这时候相机老早出现，相机出现，艺术家不再画像不像，或者相机最像了，那你去做那个。所以呢？时间是静止，毕加索他会跟塞尚学，然后我们看塞尚的画，下一张，塞尚前面的山，他之后的画都根据这个山的画，下一张，他画的这个样子，早期一开始他这样画山，下一张，怎么变这个？这个看懂是山，隐隐约约对不对？
那不像山嘛，那颜色怎么那么多，乱七八糟的。我跟你讲，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哦，有一天山上跑到山上去写生，跑过来那边调颜色，调一调，调一调，看到颜色，对不对？我们画画的人都知道，看到什么投递下来，大概要放上去，对不对？没错啊、哦，可是他要回去调的时候，太阳换了个角度，影子过来变暗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先下去，下一笔再调颜色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还在上面看，哎，颜色又换了。现在是下午两点钟，在下午四点钟，看到没有？他还在画山，可是颜色一直都换，了解吗？可是我们之前看什么？时间都是早上十点钟，怎么可能？你画家画一天都是早上十点钟，期干不会为你而静止。可是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很诚实的画家，他看到什么他就画什么，他看到什么他就画什么，画出什么。所以是什么不动？物件不动，颜色在动，对不对？蒙家某北嘛，还是诺诺山嘛？可是颜色变，它就跟着变。所以是一个很诚实的画家。下一张，你看毕加索就从这边掏过来，可是毕加索偷得很聪明的。毕加索怎么偷？他说这个是东西不动，时间动。那我时间不动，观点动，就回到刚才提到什么？对不对？怎么动？观点视角动，什么叫立体画派？同样一杯水，这里也可以看，这边也可以看，这边也可以看，那就不同的视野、视点在动。可是我在同样的那一个范围里面，不同视点画出来的状态，就画出这个、啊。同样一个人一样头有一样身体，所以他不像抽象化，他其实具象，只是不同的视野写实化，只是你们不太能接受这种事实。这个鼻子从这边看，眼睛从那边看，不同的。但是同样这个人，我鼻子刚一点开都是对焦管，对焦管是什么结果？所以就要画出这个画的立体化。立体画派后来越走越抽象，但不管，就不受欢迎，就抛有市场。好，再跳回去。可是哦，毕加索做这件事情，开启了扇门，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，把很多鬼都放出来。我先不要这样讲，不是这样讲，应该讲说他开启很多可能性。那艺术家就讲说，哦，原来你有不同观点在看同一件事情哦，可以用不同观点在看一件事哦。哎，他们真的比较聪明，什么样的观点？当然毕加索是固定的，我就不同观点看得起，可是说我画画不一定要画看得见来，也要看得懂嘛。我画我梦里面的东西你没办法，那时候相机跑出来，所以可以取代艺术家某一些功能，可是艺术家还可以活着，还可以活着，怎么活？我画你相机照不到的可以吧？你照不到我的梦里面的东西啊，啊我把梦里面的东西画给你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所以他们就开始对画这个东西定义重新来。以前是画跟相机的照相功能是结合在，现在抽离出来，画更纯粹。哎，画可以做什么事情？这是其中一个。他说画一定要在画布上吗？大地是我的画布，我插壁雷针。画笔一定要是我人拿吗？上帝来拿，雷打下来就一百六千。这是他的画。一定要画吗？这是他艺术创作。下一张。哎，他喜欢大地创作，他就。开来一个推土机，把山上的土都推到海里，绕一个圈圈，有意思吗？好好玩。哎，这开启了很多可能性啊！再下一张。哎呦，这叫抽象，他根本没有在画什么，他纯粹看颜色，看 texture。Richard Devon 啊，我们以前的画家。哦，对啊，他画什么？会有一幅画好几亿，你想得到吗？各个美术馆已经都有放过。下一张，杰森·帕拉更扯，他根本不画，他根本就是把油漆就倒在地上，他倒不同颜色，倒了两个，好几亿。可是只有他可以做，因为你不是他，他是第一个。所以现在如果艺术主要是概念的时候，你有新的概念的时候。就在历史上有定位，哎，
泼哎、欸，你现在看什么泼墨他都不算了，他是始作俑者，对弈拍戏了。哎，走掉的村人叫做跟随者，不是先行者，我们是先行者，但后来进来都不是，因为后来进来的人没有我们这种远见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事情民政还没起来之后，我们就进来，表示什么？大家头脑清楚，我们还可以事先做一个决策。哎，所有的企业都在忙这件事情，未来会是什么？将来是什么？我们光从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分析，我们就知道民政府走法已经对了。所以我才来了接受这个教育，先行者，革命先行者，不是我们。下一张，Andy Warhol， 就是接下去我会高级班再讲啊、哦，这是 Andy Warhol， 他就是因为消费者文化，他说那我就讲消费者，您既然把艺术当做消费的东西，我就一概对立。玛丽莲梦露那时候每天报纸打开就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消息。下一张。天波树每天那么喝的汤，把画的堆成罐头，他其实在讽刺嘛，讽刺消费者嘛。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这种机械式的，他把艺术也当作是可以被消费的时候，先让自己的名字，他自己不画，叫人家走，再走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迁徙图啊，人类迁徙图。哦、啊，你看，这边非洲。亚当夏娃，我会修图，他可能是挪亚方舟在这边，因为上次那个郭校长有跟我讲过，我修这个，可是重点不在讲，我重点在讲，就是我们第七是这条路，点开下来，好吧，马来半岛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，再几百家，那下午另外几一家两家点下来，对吧？这边有一个，从欧洲进来到中国，还有到我们，明白吗？这迁徙图哦。昨天好小，那不是随便讲讲，是科学证据的。所以我们是什么人，是要这样看哦，不是过去用史学家用推论哦，跟你讲故事，跟你编故事哦，为了达成他统治的目的的故事，虚假。要这样，要理性的分析，科学的证据。我们最不要的是我们头脑清楚，你讲法理，你讲逻辑，在上网自己都可以查，就不用上网很多啊、哦。下一张。那是埃及几千年前，以后再讲，今天时间太长，我留几分钟给大家问问题，好吧？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有没有问题的可以举手发问，或者我讲不清楚。接下去你们如果再上高级班，我会讲更多。那目前为止我讲到这里，不问得了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班长，下课。哎，有人抱歉，抱歉，有人有问题，抱歉，是那些。说德国反正你刚才讲两讲对不对？哎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但是高级班在讲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想帮助台湾人讲出来，但是目前我们走这两点就很重要了，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真正的真相，跟台湾关系的事实跟这些事。第二个，在我们心理层面帮助我们走出这个问题，这都是我们一定要督留台湾人最大的问题。我们要帮助台湾人走出这个阴霾，好、哦，跟鬼说 no 的方法。真理，真理让你得到自由。我们坚持真理这个核心，好不好？好，班长来。加给。加来。请那个有上过高级班的童心到后面来登记一下，然后还有没有拍学员？学员证的同心，请在饭后到照相室去拍照一下。然后其他的同心可以先行下去用餐，谢谢。两个条件是，对呀、啊。
只有流畅过来的人，啊，没有拍到的人。我不能写太多字，写太多字我就走样。没关系，那你走，看一下你怎么样。Thank you.